已经，所以我在拍影片模式，我已经把自动对焦速度调成最慢，然后它的。那在影片模式，我已经把它的追踪速度调到最慢，跟转换速度对焦。那我把影片模式下面的对焦速度调到最慢，然后它的追踪灵敏度也把它调到最弱。但是我们的追踪物件还是会跑掉，我就是觉得。那我们把我们的追，我们把我们影片的追踪速度调到最慢，然后把追踪灵敏度也把它调成最弱。就是理论上我们应该要锁定一个目标，锁得紧紧的，但是这样子也是没有用，就是只要晃一下，它就会消失，没有办法持续追踪。就这样子晃一下，然后回来，它就马上就消失了，完全没有办法持续追踪。那在照片模式的话，我这样子晃一下回来，它还是可以持续追踪，就两个差异其实还蛮大的，就是追踪的锁定粘的程度不太一样。